我覺得咁樣掃其實幾好嘅，你諗下？係啊。咁你又知道曬成個場。幾方便啊！你仲爭呢個位啊？你應該。呢度咯，呢度仲未完咯。係啊，我仲有啲嘢，仲有啲嘢。呢個處理原始即係太陽是最早最早期嘅嘢咯，都係。佢哋對我哋年輕一輩係即係非常支持同埋真係大手拉小手咁樣。我叫鄧志培，我的研究內容主要都跟嫦娥工程有關。咁呢個係我細佬杜理。大家好，我叫鄧志朗。咁即係我之前就係做數據分析嘅。之後咧我就會係幫手奧科一號嘅 B 星嗰個太陽 X 射線儀嘅數據分析啦。奧科一號個模型啦，呢個 A 星啦，跟住呢個 B 星啦。咁啊，我記得初中啦，咁啊。天文學會他們就有搞天文班，一直有搞，我自己就喜歡就當然去報名，參與了就認識了他們那班天文學會那班愛好者一起，那個氛圍、那個環境有利的地方就讓我們看到一條可以行的路。那時候我都記得第一次，就是哇都很多星，居然是直接不用用望遠鏡，一望就很多，就覺得很壯觀。細細個咁樣參加呢啲活動咧有興趣，跟住到大個可能都係繼續，即係繼續做翻啲相關面嘅研究。咁我南京大學物理系，就由本石博讀完就九年噶啦，要諗好多添。嗰陣時仲有我導師介紹，譬如去歐洲啊咁樣，都有好多諗法啦。那個年代就係啦，牛郎織女星喎。咁啊，後期有一次咧，就係有一個觀星活動，中間暑假翻嚟咧，都會翻下母校去幫下手，就搞下啲科普活動咁樣嘅。咁咧就去龍爪國，就帶住同另外一個老師就帶住去黑沙睇星，咁就遇到當時奧科大太空所嘅助理所長阿梅包，梅老師都係國內知名嘅科普專家啦。佢就係話佢喺度介紹奧科大同埋太空所嘅情況。嗰時我擔心嗰個研究方向咧唔接到啊，跟住佢話冇問題嘅，跟住就大家討論咗，冇問題嘅，這個可以做到啊。其實興趣係有嘅，但係真係讀落去係咪真係得咧？自己係咪真係都有疑問嘅咁，所以都諗住揾工啦。原來發覺佢哋即係都招緊學生嘅，一直都。其實環境都不錯喎，而且好似即係真係有前景喎，即係同埋本地人好似都 OK 喎，考慮過咁就過咗嚟咯。咁呢個係我哋最新研究咯，就係嫦娥石嘅建模同埋計算咯，對佢嘅性質計算咯。隕石呢一塊，我真係小白嚟嘅，一開頭係。去找了當時紫金山天文台徐偉彪老師，即是徐偉彪研究員，是一步一步這樣跟著他們的研究是這樣入門。我後期整個隕石的基礎知識都是徐老師教我的。最後我是結合了我自己原先做計算的那些知識，去用計算的角度去做處理現在即那些礦物那些問題。即係講翻佢哋對我哋年輕一輩係即係非常支持，同埋真係小大手拉小手咁樣去慢慢一步一步去同我哋合作，教我哋做，即係好感恩嘅，因為真係以培養我哋係佢哋其中一個目的咁樣去一齊去做起呢件事。嫦娥工程启动的時候，總設計師孫家棟院士。我作为校长，我就问他，我说港澳的大学能不能够参加国家的嫦娥工程，他说欢迎，当然欢迎。他们的表态就鼓起了我们澳门科技大学要抓住这个国家的重大的机遇，我们来参加进去。那么我想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国家第一个月球跟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到今天看到我们有这么多年轻的这个非常活跃的员工，那我就看到了我们这个
实验室未来的希望。因为一直以来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我们有了实验室的这些平台之后，的确越来越多的澳门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的研究当中。除了平时的研究，我们都会去翻中学啊，或者澳门的社区去做这个科普活动的。咁啊，有同學係真係睇住佢哋係中學生咁樣跟住我哋去考察啦，去沙漠踩踏木咁樣去嗰啲都去，然後就對呢個方向產生咗興趣，投身翻呢個事業咁樣。感覺上自己都係因為咁樣投身呢個事業嘅，咁啊，即係都好願意去貢獻翻。即係除了研究之外，貢獻翻我哋嘅時間啊，同埋精力喺呢啲方面。大家唔係唔想行呢條路，係唔知點樣去行呢條路嘅時候，我哋有責任讓大家知道呢條路應該係點行。嗱，你係你開呢度。